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 中秋节的时候, 所有的中国人都陪家人吃晚饭。 中秋节的时候, 所有的中国人都陪家人吃晚饭。中秋节的时候, 所有的中国人都陪家人吃晚饭。晚饭以后, 他们一起看月亮。 晚饭以后, 他们一起看月亮。晚饭以后, 他们一起看月亮。那天的月亮是一年中最亮最圆的。 那天的月亮是一年中最亮最圆的。即使你不能跟你的家人见面，你也可以给你的家人寄钱或者礼物。 即使你不能跟你的家人见面，你也可以给你的家人寄钱或者礼物。 中国有56个民族。中国有56个民族。中国有56个民族。中国的人口由56个民族组成。 中国的人口由56个民族组成。中国的人口由56个民族组成。其中，汉族是最大的民族。 汉族是最大的民族。其中，汉族是最大的民族。汉族人口至少是全国人口的90%。 汉族人口至少是全国人口的90%。人口最少的民族是塔塔尔族。 人口最少的民族是塔塔尔族。人口最少的民族是塔塔尔族。
差不多有3500人。差不多有3500人。差不多有3500人。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的冰箱里还有昨天晚上剩的饺子。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的冰箱里还有昨天晚上剩的饺子。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的冰箱里还有昨天晚上剩的饺子。但是那些饺子太咸了。但是那些饺子太咸了。但是那些饺子太咸了。我想吃一点辣的，或者喝一碗酸辣汤。我想吃一点辣的，或者喝一碗酸辣汤。我想吃一点辣的，或者喝一碗酸辣汤。你想尝尝我做的酸辣汤吗？你想尝尝我做的酸辣汤吗？你想尝尝我做的酸辣汤吗？你可以买一点饮料，然后来我家吃晚饭。你可以买一点饮料，然后来我家吃晚饭。你可以买一点饮料，然后来我家吃晚饭。使用新的技术对经济发展有好处。使用新的技术对经济发展有好处。使用新的技术对经济发展有好处。使用新的技术可以节约时间。使用新的技术可以节约时间。使用新的技术可以节约时间。也可以代替人力。也可以代替人力。也可以代替人力。据估计，新的技术可以节约大概 50% 的工作时间。
据估计，新的技术可以节约大概 50% 的工作时间。据估计，新的技术可以节约大概 50% 的工作时间。在中国的一个城市，当地时间早上八点发生了一件事。在中国的一个城市，当地时间早上八点发生了一件事。在中国的一个城市，当地时间早上八点发生了一件事。一座桥断了。一座桥断了。一座桥断了。当时很多车掉到河里。当时很多车掉到河里。当时很多车掉到河里。附近的人反应很快。附近的人反应很快。附近的人反应很快。他们马上开始卖毛巾。他们马上开始卖毛巾。他们马上开始卖毛巾。警察及时赶到那里，帮助当地人卖毛巾。警察及时赶到那里，帮助当地人卖毛巾。警察及时赶到那里，帮助当地人卖毛巾。在海洋里有各种各样的生命，包括那些用眼睛看不到的生命。在海洋里有各种各样的生命，包括那些用眼睛看不到的生命。在海洋里有各种各样的生命，包括那些用眼睛看不到的生命。这些生命有的简单，有的复杂。这些生命有的简单，有的复杂。这些生命有的简单，有的复杂。许多的海洋生命都需要光。许多的海洋生命
都需要光。许多的海洋生命都需要光。也有一些生活在深海里的生命不需要光。也有一些生活在深海里的生命不需要光。也有一些生活在深海里的生命不需要光。有个人抽烟引起了大火。有个人抽烟引起了大火。有个人抽烟引起了大火。成龙的房子着火了。成龙的房子着火了。成龙的房子着火了。成龙的猫、狗、马、驴、猪、牛、猴子、狮子、兔子、老鼠、老虎、狼、蛇、鱼和羊都死了。成龙的猫、狗、马、驴、猪、牛、猴子、狮子、兔子、老鼠、老虎、狼、蛇、鱼和羊都死了。成龙的猫、狗、马、驴、猪、牛、猴子、狮子、兔子、老鼠、老虎、狼、蛇、鱼和羊都死了。只有熊猫没有死。只有熊猫没有死。只有熊猫没有死。他的邻居很同情他。他的邻居很同情他。他的邻居很同情他。他们都觉得成龙很可怜。他们都觉得成龙很可怜。他们都觉得成龙很可怜。成龙现在非常难受，因为除了熊猫，他晚上没有别的动物可以吃了。成龙现在非常难受，因为除了熊猫，他晚上没有别的动物可以吃了。成龙现在非常难受。因为除了熊猫，它晚上没有别的动物可以吃了。
可是中国人不吃熊猫。可是中国人不吃熊猫。可是中国人不吃熊猫。经历了这件事以后，成龙再也不让抽烟的人去他家了。经历了这件事以后，成龙再也不让抽烟的人去他家了。经历了这件事以后，成龙再也不让抽烟的人去他家了。然后，成龙开始吃素了。然后，成龙开始吃素了。然后，成龙开始吃素了。今天我要搬家。今天我要搬家。今天我要搬家。为什么你要搬出去？为什么你要搬出去？为什么你要搬出去？我找到了更好的房子。我找到了更好的房子。我找到了更好的房子。我已经把很多东西放在盒子里了。我已经把很多东西放在盒子里了。我已经把很多东西放在盒子里了。可是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家具。可是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家具。可是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家具。我的力气太小了。我的力气太小了。我的力气太小了。恐怕我自己一个人搬不动。恐怕我自己一个人搬不动。恐怕我自己一个人搬不动。你可以帮我把它拉出去吗？你可以帮我把它拉出去吗？你可以帮我把它拉出去吗？
我刚刚给老师发了我的作业。我刚刚给老师发了我的作业。我刚刚给老师发了我的作业。好像老师没收到我的作业。好像老师没收到我的作业。好像老师没收到我的作业。